个实测，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狗友呢都有就是假装昏倒，然后呢看看他的狗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呢更绝了，我手上还要拿肉干，看他们究竟是会叫我还是救这个肉干呢。你们看现在这个状况，我只是拿着肉干讲话，他眼里就没有我了。你会救我吗？我看他的反应，我就觉得以后我老了要孤苦伶仃。没关系，我还有碰杆，好不好？究竟他们会救我还是救肉干呢？这个呢是狗狗的肉干，它不是人吃的，不用担心。现在呢，我要先假装看剧，然后呢看着看着，然后我手可能就摆在旁边，然后看它会不会想要偷吃我的东西。先看看它的反应，我们再来一个突发状况，看它会救我还是救肉干，就是这么现实。合作愉快，开始。我的，他先确认我真的倒了没，然后呢，我没有反应，我撑住，我这样噎住之后，他就没有问题了，然后就赶快吃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张若琳，各位观众，刚刚若琳已经伤透我的心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还有儿子啊，就是相信碰干，碰干，妈咪养了你3年，让你相信你好不好？那你现在追什么剧？天气招你。白痴，他一直看镜头啦，超冷静的，白痴啊，是烂演技。好了，给你吃啊，来来过来。来听听这。他很介意，他一脸。你很笑哎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编不倒我的。他刚刚没笑，他刚，我好了，我又好了，好舒服哦，我现在好了，我给你吃，真的好了，妈咪好了，很健康，你看，好吃，吃，要吃个两下之后你再打。吃好。我跟你讲，他完全知道你在拍片。你很聪明耶！不是，他就是知道你在拍片。你这个，你好聪明哦！太瞎了。大家常说养儿养女不如养一只狗，不，现在连狗都信不得，
只能信自己，靠自己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觉得，是你演技太烂。怎么办？你那个，我那个奥斯卡演技耶。你那个，真的烂，不然等一下再演一次。等一下，我们结尾他再演一次。来，你先来讲，我讲一下结，你先讲，讲一下。好，先讲一下结尾。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我真的就是生，就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我的狗会担心我，但没有。若离别说了，他先舔舔我的嘴巴，确定我不会反击，就好，赶快吃了。碰干呢，他就把我当白痴。碰干实在太聪明了，真的要骗碰干太难了。我这么好的演技。碰干还就是一副就是看白痴的眼神，要演多久？重点是他一直看镜头，他一直看镜头，就是问你说你怎么不去救他？啊，他说不是，他其实说你是不是在整我？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好，准备好。你不是演技太烂，我两个没有人想屌你。